第一个第四行左数第五张脸，第二个第二行左数第十一张脸，第四个第六行左数第十七张脸。第三个人没有在里面。我找他来，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原因，他的性格很像你。是吗？我敢肯定，他将来一定是一个优秀的保密员。振当那边情况怎么样了？谢老师，老师，组织关系什么时候可以办？您放心，我随时可以跟你出发。那个，不瞒您说，这几天我兴奋的不行啊，有两天两宿没睡着觉了。叫你来，就是想通知你，很抱歉，这次我不能找你进彩桥。你说什么？你耍我呢吧？啊？咱们说好的，荣大头我带您见了，说好一块进残校的，你出尔反尔了吧你？我决定你们两个我都不招。不是你什么意思？你把话给我说清楚。不是那天说的好好的，只要我帮你找到，一会儿跟你解释。周处长。高院长说，24小时之内，你必须回去。能再给我点时间吗？你最多还有8个小时，明天早上6点，必须出发。你的好奇心很强。你告诉我，你到底是干什么的？你不需要知道太多。现在我可以跟你解释。不用解释了。那个，既然残校不适合我，那我告辞了。如果我和你说，我改主意了，现在有一个适合你的职位，你还有兴趣吗？这个单位，它是什么性质的？单位的名称可以告诉我吗？那我去干什么？你总得跟我说吧。保镖。保镖。